当我来接大我五岁的前妻下班。这大晚上的，你非得让我过来跟你压马路干啥呀？咱俩像外边那小情侣似的，多有情调啊！咱俩没复婚呢，我告诉你啊！你再说了，那就像情侣似的，咱俩是正常情侣吗？咱俩咋不是正常情侣呢？不是你比我大这老些，再说你瞅你打扮的一天，你长得像我妈似的。那你叫声妈妈我听听。咋的？放肆！现在得跟我俩离了是不？家庭守则第四条给我背一遍。不能随便开老公的玩笑。你错没错？嗯。快点的，你这不乐抽抽的不闹啊！别着急，还有。你细的这还行，干抽啊！噔噔噔，我还有槟榔呢，宝宝。刚你叫宝宝了吗？你这味儿我也不爱吃啊。行，那我现在从你买。你快点的。走，那不叫宝宝了，叫老公行吗？叫老公又不行啊。哎呀，你就让我叫一遍吧，快点走！我跟你讲啊，就一天，听着没？拉了，老公。